等等，一个一个买啊！一切都是原味，对，非常公平、公正、很公开，价格差到一倍耶！好，那就慢熟，然后自然领，然后直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儿童界的蔡依林达琳。今天我们要做的呢是优格评比，然后看到我前面也买了五个 ，seven 都买得到的优格，那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它的浓稠度、丰富奶度、价格以及它的热量，帮大家怎么开箱。那你要吃优格的时候，要选哪一个是比较适合你自己的呢？好，首先 1, 2, 3。接下来讲完了以后，讲的是热量。1, 2, 3。热量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有很多人吃优格，它就是为了要减重，对吧？热量的低到高，也是从这边开始。马修的热量超低，他每100公克。哎呦，这是感冒。喂，我的真是肿瘤了。这影片都是我在从头到尾。好 ，OK。像我哥本人就非常喜欢买这个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热量很低，价格又便宜，对，然后又很，因为它一这样子一盒180公克，所以我们刚刚就是评比过，它是胸不短袜又不会胖的型，但是口感非常的爽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这个热量对不对？一二，然后第三名是谁啊？第三名是 Uris， 他。它每100公克是75大卡，然后接着就是比较容易胖的，就是直立第四名，100公克118大卡。接下来就是吃的会胖死的，就是慢熟，因为毕竟它是什么焦糖优格、希腊式优格，它每100公克是131大卡，所以你吃它就是你不怕胖。1, 2, 3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试吃啦。为什么这么贵？因为我记得他们家里面的那个益菌数量是非常高的，因为他们是除了在 Seven 全联有卖之外，他们有那种专门店，就看过吗？没有。松江南京的附近，高级之类的，就是它有一间店，然后你可以进去，他还可以给你试吃哦。这一家是什么？马修，马修，马修，马修。好，来试看看。你看它是这种质感的，因为它不是直立式优格，直立式优格会比较像就是布丁，你手要挡在汤匙后面才可以挡，你说完美这样。对对对对。可是我妈妈说我的手有太多手，你叫我今天不要给大家看，那这样好，根本就没遮到，好算了。OK， 它的直立是这样，你要倒过来呀。Yeah. 好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好。哦，好酸哦，很酸，一吃下去的时候超酸的，然后后劲就是很大的奶味。好，个人非常喜欢他们家的优格。好，对，那几颗星？浓大概只有3，普通很普通的浓，3颗，对，3颗。然后奶味很多，奶味我给他5颗，这么多，因为它后劲的奶味很重啊，怕奶的要小心哦。可是我喜欢哎、欸，我等一下吃一口就要吐了。不会啦，然后它酸味也是5颗，一进去超酸。怎么会这样？很酸。那不喜欢奶的吃到一半就要吐出来？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健康的味道，我觉得它超健康的。来，你吃一口看看。我们的口味果然不一样。因为它不一样，你有没有后劲是不是很奶？不是啊。它稀，它水水，它不浓哎、欸，它稀稀水水的，它就是稀啊。但我觉得很浓哎、欸，奶味也很重。你的浓的定义是不是跟我不一样？你的浓的定义是不是不是那种希腊式优格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它很像烫醉。不会，我觉得它这才是正常优格。耶、yeah, 哦，好，这样比较对。好，好，所以你给很低分。我给很低分。我们两款口味不一样。好，但美味程度5颗星，应该是你的几颗？我喜欢，我超喜欢他们家优格的。是不是因为不甜啊？健康的优格就是不应该甜啊。好吧，那。健康的优格就是不应该甜啊。好吧，那。我真的不能吃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我可以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喜欢就是吃这种原味优格你会怕，可是你又要吃让你自己肠胃蠕动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些就是比如说谷物下去，或者加一些水果，你就会比较敢吃。好，接下来直立式优格。好，它之前只有蜂蜜口味非常甜，但是它最近出了原味。哎呦，你看光弄起来就超勾的，它就是你要把汤匙倒过来，它的广告都这样。不会，
它广告都是这样打的，它广告都这样直立，就汤匙是直的，它也不会掉。但是它抖抖。好。奶味怎么样？奶味有奶粉味吗？有奶粉味，大概4.5，就是比起它的奶味是后劲很奶。它好奇怪哦，这个有奶味吗？它有奶味，它在很后面，就是你吃完吞下太后面了吧？酸完以后有奶，你吃大口一点。它还没跟上来，你再吃一次大口一点，酸完以后它是有奶的。我会不会老塞？不会。好，去感受。奶来个，奶来了。不要让我吐我。好啦，那换他。它的奶味怎么样？奶味4.5，舒它一点，它比较像奶粉。啊，我说的很奶味应该是奶粉。而且因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感受不到它奶味？因为它的糖，它没有加糖，但是它就有甜味，所以就有很像奶。它其实有奶，但它没糖，然后这个糖味就有，你就会觉得它奶味比较重。你怎么可以看着我说话？你这样看着镜头，因为这样比较自然。你这样失焦。失焦。怎么样？啊，它没有酸度啊。它太甜了，那是不是很恶心？我觉得你比较可以吃。哦，真的吗？那酸度几颗？酸度两颗，好低，好低，不酸啊。好，美味程度怎么样？美味程度，我觉得可以3.5分不难吃也就吃。而且我觉得它比较会有饱足感，因为它太稀了，但是你看它那么浓，这个就看不到很浓，啊，它很光了。我还是说。有奶粉是超恶的，所以它的奶味是就是有奶粉的奶味，零分，奶味奶味满分，好吃度零分，我给它3.5分，好，你给它3.5分，好，接下来可以哦，我要继续喽，可以，接下来是慢熟的，它也是希腊式优格，所以它也是属于不会掉下来的吗？没有，它会掉。它不粘，它不粘，你看它，但可是它也是很哥哥，而且它是一打开你就会闻到很焦香，你会以为你买的不是油饼，你以为你买的是焦糖布丁。哦，对，很像布丁，好像布雷，而且很像焦糖布丁的味道，很像剁烂的布雷。对，嗯，好甜哦，我可能会喜欢，可是我记得它超奶味的，是不是？它也很奶，因为它有一定也有加奶粉，然后超甜的，超甜，这会胖哎。它热量最高，它超甜，酥丁，它糖度是大概它的一倍，它的三倍，哦，太甜了，好甜，好好吃，所以如果不喜欢优格的人，就是要买这个，因为这样它很甜。慢熟的优酪乳非常的奶味，但是它的优格还好。可是这就不健康啊，那你就失掉吃优格的意义啦。我吃甜点 ，OK， 你吃甜点可以。好，那你觉得它的奶味几分？4.5，它也蛮浓，因为直立式的话比较浓。酸度呢？没有酸度啊，超甜，零，美味，美味还可以啦，也3.5好了。好，我觉得它们两个加起来应该还蛮好吃。那如果直立跟慢熟，谁的浓稠程度比较浓？初学者吃这个，然后进阶者吃这个。进阶者，因为真的会吐，糖度比较低啊。会吐。然后你刚才问了我什么？绝对会吐。浓稠程度会不会从汤匙掉下来程度？那就是它会掉，它不够黏。好，它4颗星，它4颗星。好，那它就是浓稠程度没有它浓。OK。下一位。优意式，优意式是属于比较稀的，因为它不是直立式，看不出来，而且它过度太白，它是顶级牛奶的优格哦，会吐。你到底这一集除了会吐之外，你还讲出什么？哎，隔壁慢熟蛮好吃的。好，它也是你知道比较稀的那一种，跟第一个比较流下来了都一滴一滴的，哇，这画面。怎样？为什么什么脸？你乳糖不耐症吗？嗯，停电了。跳电了，怎么样？好耳包、哦，直接先评美味程度，怎么样？完了，2分，这么低？它包装蛮美的说，它包装蛮美，我当时还买过它粉红色的，因为它粉红色它主打有胶原蛋白，吃的会漂亮。但是我也是吃了两口我就拜拜。所以浓稠程度很稀，很稀，几颗？两颗。然后它跟它比较像是稀的，然后它很。它也蛮酸的，它大概酸的程度我再吃一次，它酸的程度有4颗，怎么酸？小酸，而且它到后面都还酸。奶不奶？
奶不奶粉？也奶粉，它一定有加奶粉。乳糖不耐症的会不会吐？这个比较会吐，这个比较不会吐。3.5，3.5，对。你要小心，美味程度2颗而已哦，你要小心哦。这么低，因为它就是属于比较健康型的，因为它是原味啊，然后不甜。我觉得哦，优意思跟第一个有什么差？有差，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一题。我跟你讲，它真的一吃就觉得是好的优格，它真的是比较好的，而且它价格是它2倍哦，它酸一点。它酸很多，他们两个很像，我知道，因为他们都是顶级牛奶，不是奶粉，所以他们味道很像。我就是要讲这个，我觉得它有加奶粉，我觉得它比较没有奶粉。它没有奶粉，它有奶粉。你翻过来看它。我来跟你说，它果然没有奶粉。它没有奶粉。它有奶粉怎么办？它是牛奶。我们赌一把。我等一下多吃一口难吃的。2口。好。它一定有奶粉。牛奶。它有牛奶，但它有奶粉。我、好恶哦、可是。马修的没有奶粉，你看果然测出来。我看，那它什么？它就是乳酸菌，然后牛奶，所以它才会比较贵，因为它加了奶粉，所以它的价格是马修的一半而已。它好多东西哦，而且都是乳酸菌，所以难怪人家贵。看不出来，好好好，大家回家自己查。华外音，快点来，先吃先吃，3口，我大一点了，这样就3口了。好，请吃，那你吃你的，你吐你的。好可惜，我大家都看不到表情。好，最后一个自然林，福乐自然林。很想吐。我必须说，福乐自然林呢是健身当中或是减肥当中的人最喜欢买的优格。どうして？や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热量最低，又很便宜，分量又大，所以你既会饱，又会不会花太多钱，然后又会有蛋白质又足够，然后热量又不会升高太多，又可以拉屎。不要那么直，不怕积住。我个人很不喜欢它的质感，是这种啊，好水哦，很水，很像优酪乳。对，我个人怕怕。浓稠度0分，浓稠。其实你浓稠，它比普通的，它就优酪乳，它优酪乳还稀耶，所以它是稀型的，稀型的。A B C， 好 ，OK， 来试吃哦。饱吗？这么稀？喝2杯啊！我真的不喜欢它。来，奶味。它一定有加奶粉，它奶味有4分。好，酸度？没有酸度，1颗。没有酸？它不酸啊。甜的吗？也没有甜，就是。那跟慢熟比呢？慢熟太甜啦。哦，真的。对啊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美味度。美味度1颗。真不喜欢它，这么不美味，我吃下。你小心哦，这真的是会一般初学者很害怕的。来，你来排一下你的可怕程度好不好？直立，直立第一名，好，可怕程度第一名，好，第二名，怎么会？好，第三名，这3个并排。所以你看，初学者要先吃这个，因为这个真的太甜了，可是我觉得这不健康。然后，这3个我都吃不懂呢。啊，这个就是真的不健康的人不喜欢。对，然后这边好，这是初学者来进来，好，然后进来了以后，这2个尽量不要吃，这2个我不推。然后你就可以吃直立式，然后直立式一刚开始你可以先吃莓果或是蜂蜜的，也是有。是不是因为它是希腊式优格，所以比较高？对，啊、所以特别饿。就是比较高，还有一款是 Costco 也有卖原味的希腊，因为它跟他们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很高，就是比较高。没有啊，它也我记得它也是直立式啊，跟希腊式啊，它也是希腊。好，就是甜跟不甜。好，然后这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吗？不喜欢就算了，好，记得按赞、分享还有留言哦。下次要拍什么影片呢？像它优酪乳，拜拜。好，记得按小铃铛订阅哦。啊哈。好，现在很认真的再把这些打开来都吃完，不可以浪费。大家都说 YouTuber 是非常浪费食物，但是身为一个戒君，我必须要有优良示范，所以我今天必须把所有的优格吃完。还好明天不用工作，报废没关系，可以坐在厕所里，可以，好棒棒。告诉大家，其实吃优格呢，最好在饭后2到3。
个小时吃是最好的，或者是早上空腹起来。但是晚上吃呢，是有助于大家减肥，而且可以让你里面的坏菌呢，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把它排光光哦。国外的吗？不要，上次你买的说很难吃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怎么记得？他说很难吃，你还说他是不？